一般出来蜘蛛。哇！过后有一点点甜，它也是有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 Clarence。对，很久没拍影片了，今天我会拍影片，就是我一年前我已经提掉的东西，叫做美食节目，就是煮东西的。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了，然后最近很想，就有开始很想要煮东西的感觉，所以今天我会做一个算是黑暗料理的东西吧。可是他们，我不知道，我最近在网上有扫到了叫做珍珠奶茶的珍珠来炒蛋，就是拿珍珠奶茶和剩下珍珠来炒那个鸡蛋。OK， 等下呢，大概八点，现在七点多吧，八点会刘林跟达达刚好有在 KL， 他们会来我们的这边，然后我们去，我等下去买珍珠，买珍珠奶茶，然后等下我们来我家，然后我们一起煮，煮完我们试试看那个味道会不会很奇怪。刘林跟达达就来我们家了。简单包就拿几粒鸡蛋包咯。我还没有准备食材啊。有啦，准备要放进去。就有可能拿三粒，三个人吃吧。我们拿三粒鸡蛋，然后跟珍珠，然后倒一点酒。不可以。还有珍珠跟鸡蛋吧，然后我们随便煮啊，看它能不能。随便吃。然后等下试吃有上镜啊，达达、刘林啊，还有上镜的弟弟，还有小达。小达，那就要准备一点的珍珠哦。现在我喝一点剩下的，然后三颗蛋。你要打碎？打碎，不要。少许的油。看感觉。你这个是刚好喝剩下的珍珠，然后那边有三颗蛋。喝剩下的珍珠，听起来就有点怪怪的。没有，刚才珍珠奶茶一杯了。这好热啊，在嘴巴拉不出来了。还有一共还有咀嚼过的那种。先放鸡蛋，那油会不会太多？有珍珠奶，有哎，有哎，香奶味，我觉得放一点奶茶应该有。有哎，啊，好嘞，会放出来珍珠，哇，可以，刚刚好，有，等下上镜他们就要吃了，你们全部都要吃，为什么有一点，深的那个颜色啊，有点深呀，因为奶茶就一点，珍珠奶茶。那煮熟一点啊！那个珍珠奶茶去那里买了？难道是？哈哈哈！打广告？没有啊，是。要买奶茶住到这里。不可以，没有打广告。它弄碎吗？对啊。它碎好，把那个。这个是可能凑剩下的珍珠。然后才临时想到的 idea 来拍。哎，我们不要浪费那些珍珠啊！不要浪费食物。啊，要摆盘了。你要加一点缀啊，那种点缀干冰啊。干冰。我觉得这个是一道甜品啊，是甜品来的，不是热的啊，是热，它不是甜的，它不是。要买这个食物的版权，记得找 Parents。出发点没有，有没有在淋上面黑糖酱好不好？没有啊，导游就有啊。你这样咸死人吗？这个就是我们的珍珠炒蛋。试一下味道，看味道还是。我们去试味道，来试吃。含有珍珠。有什么味道？它不是烂珍珠，珍珠？它是烂珍珠，珍珠完全没有融合的感觉吗？有放导游吗？没有。飘粒蛋跟珍珠啊，它蛋是好吃的，是吧？很是好吃啊，珍珠很奇怪，没有珍珠也不奇怪，就是珍珠是珍珠。没有，就是两个融合在一起，它有一种 pancake 的感觉啊，对，pancake 感觉，因为 pancake 也是这种
它是 pancake 是面粉、嗯，过后有一点点甜，它也是有一点点面粉的感觉，是这种感觉，可以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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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是不会特地这样煮出来吃，不会，是 OK， 可以吃，来，那我一口，我一口，来我帮你拿，你试试，开门人，开门人，试试 ，Oh yeah。对啊，有点吃蛋糕的感觉，是有那种奶茶味吗？什么味道味？你还想很久哎，越南 feel， how about the feel？ 我上一次第三口啊，感觉是是自己好吃吗？刚刚好肚子饿。哦 ，OK， 哎，到底是谁刻薄？你这么你真的很饿，难得至少味道，它是很香，它是这样。第二口、啊，很香，它很甜，它很甜，啊甜哦，然后啊，它好，有单位哦，这个是蛋啊，你可能会没有单位，你跟我说，来我吃看，我吃看，来，哎大家有吃第二、第三口，代表是不错吃的，代表大家肚子饿了，不如大家一起去吃吧，应该炒个实力蛋放很多，实力蛋呢，我打三，那就确认，啊，像九零，像九零讲哦，但是它只是真的，它是分开的感觉的，不是还有那种有黑糖那个黑糖味啊，黑糖味有，有那个奶茶味道有一点，就变成 pancake 啊 ，pancake 的 味，因为有单味嘛，真的是甜品哎，除非放一点奶昔奶哦下去，就更浓哦，够单的味道不甜，哦这样，再放一滴 vanilla ice cream， 啊 ，OK OK OK， 再放干冰，哈哈哈哈哈，干冰。蛋的味道，蛋的味道，蛋跟珍珠味道，我有 pancake 的 feel， 讲的很特别啊。就不如就煮一个蛋，过后放豆油上去，过后这里另一杯奶茶美美，这样吃了过后再分。也是一样 feel 啊。很热，然后再放咖啡进去。OK 啊，这集呢。就算是黑暗料理了，不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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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料理啊，就是珍珠料理，饭后甜品，饭后甜品，可以做甜品，我觉得可以做甜品，就这集就算是比较成功了，大家吃到信心爆发的，嗯，因为嘴巴太多，饭只是煮啊，没有，如果难吃东西，这一口到这辈子啊，他不会讲很难吃，只是比较奇怪一个东西来的，我觉得刚好大家肚子饿，不如这个影片过后我们去吃，好啦，谢谢他们帮我试吃，还有。拜拜！这个小妹妹记得帮 Terence 按一下。好了，这一集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按我们头像这边订阅我们影视的，打开小铃铛，点赞分享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！拜拜！几乎每一天都上镜搞定我的，没有讲了。留片给我。